我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。你要告诉我你喜欢我吗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人家有女朋友了啦。是维护爱与正义的水手服美少女战士月光仙子。耶，我告诉乖儿啊，可是今天功课好多，我都写不完。耶，你可以帮我写一下吗？小丸子，小丸子，我小时候就上宪哥节目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正常老师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嘿嘿，救命啊！我女儿最近爱上了 OK， 说的家贫如潮，我来搜寻看看。你竟然是英雄，我傻眼。英雄来啦，好酷啊！胖虎，胖虎，胖虎，是不是这样的愿望？你怎么这样想起我？谢谢大家来孩子王的演唱会。胖虎，胖虎，孙悟空，这个不是我真的受不了了。看我的龟派气功波！耶！但我猜的时候呢？我猜你就来过了。单元，我是维护爱与正义的水手服美少女战士月光仙子。哦呦！要记得来收看综艺大热门哦，不然我就会代替月亮来惩罚你。哎呀，来惩罚！快猜碰呸！扑啊扑啊扑！我是漂亮的俏魔女。花心大萝卜接招吧！可以上。巴迪巴迪，妈妈妈，我是小波。哦，花心大萝卜，坏坏。我从小幻想自己是长田沙男，那个玩偶游戏。没错，原来就是你，我是长田沙男。本音啊，本音，来十年的架势。开片票房纪录，华人最强综艺节目《综艺大热门》现正热映中。耶！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基金投资有赚有赔，申购前请详阅公开说明书。26年了，丁老师，来来来，来一下，来一下，预备。耶！我告诉乖儿啊，可是今天功课好多，我都写不完。耶，你可以帮我写一下吗？小丸子，小丸子，哎，花田一路，嘿嘿。今天你功课有够多啦，拢写不了，要安怎？一定会去学阮好爸母甲我拍卡床啦！莫里尔，莫里尔，莫里尔，好险呐！我们家英雄啊都不用写功课。哦，杰斯啊，你上哪去了？赶快回家来喝日安完美啊！24年，你是鲁夫。我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啊！哎呀呀呀！前方为什么有个红发可疑人物啊？哎，鲁夫，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。哎，瞧吧，你要告诉我你喜欢我吗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人家有女朋友了啦。而且他刚讲那句话，乔巴通常会配这个东西。哎，不行啊，人家有女朋友了，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。床前明月夜光，小偷他进窗跌倒，打开那个保险柜哦。揭晓，出事文字谣，有了沙沙同济，还是妹，不了，九分。天会黑，人会变，发疯了。三分球，哎呀，千分片啊。海肠肚子真的好痛啊，我到底要先去拉还是要先去找妞儿？别太狂啊，就一好指不定有谁辉煌。狼儿回头不是报恩就是报仇啊。哎呀，你若回头到处痛，不是吓人，你就是太丑了。
小时候就上了宪歌节目，小时候哇，跟我差的时候嘛，我才我就来过了。什么单元？什么单元？配乐，然后表演那个要口令啊。我跟你讲，你卖个板锅，你哪要个板锅？我就卖跟你讲，你哪一定要个板锅，你就卖个板锅，是我跟你讲，叫你卖个板锅。哦，九分十分。加一是什么意思？刚才后面的表演太精彩了，谢谢巧虎茶，怕感性啊。后面阿荣，喂，听得到吗？阿荣，我是你爸呀。你在当兵当到哪儿了？阿荣你在不在啊？阿荣还是鸡？不管你听不听得到，老爸我是听不到了。你有收到我寄的运功伞吗？快来救我！我真的。好痛啊！来阴的哦，他不止痛哦，他痛死了。最后两棒，请出列 ，Action！ 救我！过来救我！哎呀！爷，快来救我！哎呀！这，好丑！所以看得出来是卡通人物。明勋先生的演技是占了很大的优势，这一分应该是要给明勋的。等屁啊！哎，炸酱跟面要分开，你都不知道啊？吃了不会拉就可以了。很带种，如果你不怕拉，就多加一点鬼椒。我都加香蕉，加鬼椒你是不会，炸酱面被你吃下去也太惨了吧！孩子，炸酱面不加点辣，就像丧尸面面，好惨呐！遇到你们才惨！你将要交响是不要当乌苍蝇，无彩你老母给你生到一个翘翘面，原来是戆大呆啊！鸡飞鸡滚，我大汗。你看，都流鼻血了。你给我听，多多。好的。哎，这是知名的皮肤科医师，你不是有黑头粉刺？黑头粉刺，不需要清。不需要，你不清的话，毛孔会堵塞哎。不用清。你看看你那个鼻子，你想让人以为你的鼻子长满了痣吗？哎，你如果不清黑头粉刺，怎么拍靠近宣传照啊？不会有修图。你那么会修图，那干嘛去隆鼻呀？想当台北刘德华，那连黑头粉丝都不清，你去当台北菜头了。店长，香蕉你个白了。我也来一个。3.5，好，你3.5是在这个时候，我既然加码了，你加码，
五分，我喜欢。哎呦，我也是五分啊，你也五分，哇，所以这个37.5，宝座，折宝座，哇。谢谢。那雅青，你可以用那个鲁夫的声音鼓励大家吗？大家一起向前冲吧！好的，恭喜获得万元奖金。